为艺术艺术每年就不是合作发展部冯敏慧部长欢迎，同学们做好准备，我们今天的第一节比赛现在开始，现场带来的掌声还有笑声。下面我们就把话筒交给我们的MC曹宇，有请。好的，同学们。交给梁中锋。
裁判张兰。好，我再一次做出快攻。裁判张杰做谁？转身，买。